好，观众朋友午安，下午的2:40，请欢迎收看趋势百分百，我是晶晶。我们看到今天台股大盘呢，受到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的激励，我们看到台股今天大盘指数也是走高的情况，早盘还一度逼近了17900点的关卡，中场是上涨59点，收在17874，其实量能来到3057.2亿，量能稍微缩了一些哦。不过我们看到今天呢，蛮多的个股在今天开高之后，有一些这个走低的情况，像是 AI 的族群在今天有点休息的情况了。那么盘面上的这些焦点还要注意哪一些呢？赶快请教我们专家轮源投顾王信杰分析师，欢迎您。晶晶好，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，午安。所以我们看到在盘面上焦点昨天很夯的 AI， 今天有部分的个股进行休息的动作了。那么接下来盘面上剩下9个交易日就要封关了，还有哪一些可以特别留意的呢？我想其实在整个 AI 族群连续两天一个喷出的情况之下，今天稍微做个休息整理，就是个股表现小红小，我觉得是合理正常。昨天已经善意的提醒大家说，三大法人昨天一定买很多的 AI 的相关个股，但是你不要看到三大法人买的这么多 AI 股票，今天怎么样又跳下去追。我说今天你如果去断追 AI 股票，可能短线你会怎样，会稍微被做个修理的动作。所以你回过来看到说，就算法人买的这么多，该休息的时候短线他还是会做休息，但是在这个休息到底还可不可以买，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整个这么多伪 AI 的一个股票里面，有技嘉、广达、伟创，还有很多的一些 AI 的相关个股，我想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有限，我还是只跟投资者分析，我们在这一波从低档90几块领先市场告诉你说可以买的伟创，这边跟你讲说当连续两根涨停板涨了20几%之后，接下来你要怎么看，手上有的人接下来你要怎么看怎么做，那空手的人到底还可不可以接，这个待会把我个人看法告诉你。另外我们其实在整个这两天也善意的提醒大家，我想我已经领先市场告诉你，我说过完年之后你接下来就要知道是说，政府已经开始在带风向，那过完年之后立法院准备要开议了，对不对？那立法院开议之后会不会准备在3-4月跟你宣布调涨电费，我认为今年整个台湾这边电费涨多涨少应该都会涨，我个人的看法是涨多涨少80-90%会涨，选前一定不会跟你讨论，不要说涨，连讨论连谈到整个电费调整都绝对不会碰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又关到选举的东西。但是选举完之后那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你要很清楚知道距离下次的选举，县市长选举、县议员选举，全部各单两年，对不对？那你在未来两年怎么样变化？未来两年再说吗？所以应该选后现在就是，今年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什么叫做调涨电费的一个时机。当然，我们坦白讲，为什么说非常好的一个调整时机？这是从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角度来看嘛。当然，如果你问我一般老百姓，谁希望调涨？问大部分的公司也不希望。可是你记得很清楚知道，其实最近这几天整个所谓的一个爆炸米他制应该已经在带风向，告诉你台电之前亏了多少，3800多亿，是台电已经亏了这么多钱的情况之下，今年如果不涨，那我等准备今年要累计 加上今年要亏5000-6000亿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年台电一定会调涨电价，但是如果要调涨电价，你觉得一些调涨电价的受惠股会等到确定调涨才会涨吗？还是股价常常我们在讲的一定涨在前面，所以你会发觉，所以为什么说当整个短线 AI 连涨两天稍微做个休息，这今天因为少了 AI 的一个什么当冲量，所以今天你看到量马上从昨天的将近4000亿缩到今天剩下3000出头，可是AI 休息，我们看到除了说面板族群短线在反弹，但是面板大家都知道，今年要赚多少钱其实都是很有难度的啦，顶多都是小赚，那个就是反映所谓的股价净值比，就有点类似南亚科、华邦电一样，不一定给探及，就算有赚小赚，但是就反映所谓一个涨价的一个什么炒作一个题材，或者什么股价低、股价净值比这些一个什么一个反映一个短期的一个题材而已。但是如果说回过来，当整个这边的能源股、AI 股一休息，我们看到整个相关的一些绿电的股票，其实今天算是表现不错。但是这么多绿电股票，当然你说有更强势的有，但是毕竟它可能股价在相对高档。那你也知道，信杰老师我不太喜欢说，可能为了做生意收会员，叫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带着钢盔往前冲，去追什么那些已经涨到天上的股票。
在已经在天上的股票，就算有高，那还是叫台，还是叫做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发觉，喜欢做股票，你也知道，我喜欢弯腰捡钻石。是。那你看我在昨天节目中已经在提醒你的，就是在深威人员部分，两天已经大涨10块钱，创了这个月的一个新高。那后市该怎么做？怎么看？我想待会我们都会在节目中跟投资人探讨。当然，还有一个就是投资人也比较关心的，现在你会发觉市场越来越相信，好，越来越不期待。哦，联准会3月21降息的嘛，是对，从整个原本高度的期待3月21降息的那种降3月21的降息就是高达7-8%，听说到昨天为止已经降到40几%，已经到50%以下的。好，那你说3月21万一不降息，哎，今嘛1月23呢，到整个3月21要的时间还有将近2个月时间呢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会不会这两个月过未来这两个月，哦，因为联准会不降息，所以美国的公债殖利率会继续弹？然后美债会继续跌，第一个会这样吗？那你美债要不要担心害怕？哎，有投资人会担心这个啊。第二个，好，那就算说，哦，美国公债殖利率不要多大涨，美债不要大跌，但是还有2个月时间，会不会2个月我买的美债还要等2个月？手上的美债有美债的投资人，到底要不要先卖掉？对，先去炒 AI， 先卖掉美债 ETF， 先去炒面板，先去炒什么短线的名牌标股？等到2-3个月之后，或者今年中下半年联准会确定要降息的，再回来买美债吗？要这么做吗？还是说，如果说未来这1-2个月，哦，美债只要有拉回，你都应该要好好把握，哦，降息前的主升段的最后买点。我想待会我会把我个人的看法，哦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另外，我相信其实现在越来越接近过年了，哦，陆陆续续很多投资朋友们，你也开始可能领到年终奖金了。对不对？那或者一些定存到期、定存奖金的，好，如果除非你说要拼名牌标股的，我觉得如果你是想稳稳赚钱的，拿到年终奖金，不管是几万块、几十万，甚至有的300万也好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想在今年2020年稳稳赚钱的人，好，我想这一档今年必买必赚的，好，低价翻身股，利用这边的震荡拉回，过年前后的一个如果有拉回整理，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好，不要到时候因为过度去追逐名牌标股，因为我知道投资者的心态就是拿到年终奖金的钱，看能不能在股票市场怎么样，再拼个短线，拼个红包钱，拿到年终奖金，看能不能在股票市场炒个什么短线名牌标股，哦，再翻个几番回家。恭喜在，如果你这种心态在操作的，我不能说你不对，但是我比较投机心态的，我当常常都会觉得说，事实是证明了90%都是怎样，好，哦，到时候你年终奖金都是吐回去的。好，都是在股票上输回去的。是，但是如果你的股拿到好，辛辛苦苦的工作一整年，好不容易拿到一笔的一个什么年终奖金，或者你的定存可能陆续到期的，好，你想稳稳的在股票上赚钱的人，我相信这一档股票你可以特别留意。包含说很多最近我看到很多的一些有台的一个好财经节目都在谈说，2024年要买什么股票存股。对，对不？比钱摆在银行摆一年，你现在今年初嘛，你钱摆在银行定存摆一年，哦，1%多，台币1%多，不到2%。啊，如果你说摆美元，现在是5%，但是可能到下半年可能剩下多少？4%多。因为这个你从整个联准会的，哦，利率点阵图就看得出来嘛。现在联准会是5.25%，今年到下半年就剩下什么？剩下4%多了。好，那你说不管是5%多到4%多，5%左右，不能说不行啊。如果你的定存到期的，好，年终奖金，你想稳稳赚5%的，不能说不行，全部够稳，全部够赚，总比你去拼所谓的名牌标股，拼到最后红包钱没了，然后不但没有赚到红包钱，还什么，还把年终奖金或者把你的什么定存亏掉，那真的就很可惜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今年必买的，好，98%的几率上涨率的40%到1倍的低价翻股，你要不要掌握住？如果你年终奖金，不管你是领10万，你想不要变成14万？如果你年终奖金是20万，你想不要变成28万？40%而已哦，我没有说用50%或1倍来算哦。如果你年终奖金100万，你想不要变成140万嘛？对不对？或者你说定存到期的，你被摆在美元定存5%。
不能说不行，但是你要考虑到汇差。是，好，我相信其实过去这两三个月，你放在银行美元定存的，都应该有深刻感受到。我当时在去年十月底跟你讲什么？是，千万不要去买美元定存。对，那时候去年十月底我跟你讲说，那个美元保单趁赶快新台币对美金32以上的时候，赶快怎么样？赶快解约，对不对？到期赶快解约，赶快卖掉。很有感，你来赚钱。我相信你现在如果没有照着我当时跟你讲去操作的人，应该现在都有点后悔，对，因为错失了整个美元的怎么样，卖在一个相对高档的一个位置。就算这个月新台币有贬，但是你看到目前还在31点多，对，31点多跟32点多，哎，几块的差一块钱，如果你1000美金就差1000的呢，对不对？你如果1万美金。你就差10000的呢，还是有差很多、哦。好，那我们谈那么多，我们讲的嘛，刚才回过来就是说，有没有稳稳赚的？比方说，如果有1000万，轻松变成1400万，哎，几年1000万变成1400万，你没有？说真的，所以我为什么常在讲一句话，你让我信教的时候逮到一个时机点，好，大概我放个，从我不用说逮这个时机点了、啊，反正我就来股票市场，前后投入200。现在大概将近390几，我翻到800-1000，我就不想上班，原因是我的几年无奈的谈，那我一年如果1000万放下去，我这边赚40%，不要说翻倍变2000，我1000万变1400万，我一年在股票上轻轻松松赚40%-400万就好了。说真的，节目不做了，真的带会员太累了，真的我真的是节目就不想做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心中话。真的，如果让我这样子，我说，你明明我有机会赚，你为什么不要赚？好、啊，到底是哪一档？好、待会我们有时间再跟投资再做一些探讨动作。好、如果你真的不晓得的，你真的有兴趣的，你自己打电话进来问我。好、这一档股票想稳稳赚的，但是我没有说每天都会飙哦。现在是逢低赶快布局哦。好、你如果都，但是我也讲哦，你那股票没有三天没起的吼，或者你有动不掉，你千万不要买。但是如果你今年下定决心想稳稳赚40%-1倍的人，这档股票你好好把握住。好，那回过来大盘加权指数部分，我想过去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，我的个人看法是没有改变的。短线18000再上去吼，可能会容易做震荡整理。那你说这个关键附近注意一下昨天的多方缺口。这个缺口如果不补，那短线还有震荡走高的能力。好、那补不补可能就稍微看一下 AI 跟台积电一个脸色。好、AI 跟台积电，尤其是 AI。但是如果一旦这个缺口一旦下来做一个回补，那可能短线就会什么样，开始要做震荡。但是如果你问我了，这个缺口啊，这应该是昨天的缺口。昨天缺口，我认为是未来下来回撤甚至回补的几率，我个人认为是高的。好、我个人看法是没有改变的。这个缺口我觉得也许就算你短线再有高，你震荡完之后一定会下来把这个缺口回补，那一定会下来回撤甚至回补这个缺口。这个缺口是短线早晚必补，所以我个人看法说，短线就算有高再上去，就指数而言，你就不要过度去做追加动作。那你说那不能追高去做多啊，投资者都很聪明，反应快 啊可不可以反手空？我刚刚有时候你可以选择观望等待机会，有时候说等待一个出手的好的时机，其实也是一种操作的一个什么艺术。那我是觉得你等超过短线见高，你要做短空再做短空，或者说好趋势目前是往上，我不做空，但是我也不追加做多，等它回到短期的支撑区，你要做多再做多总是比较好吧。你千万不要怎样现在在 key 它就受不了去追加做多。做多下去，万一一根中长黑下来，多单停损，反手放空，又空在什么？搞不好短线拉回的低点了、对不对？不然的话说那我这边涨，你说缺口地补我就每天给它逢高空空空空，对啊，空到最后你真的要跌的时候，你脑袋空，你口袋空空的啦，对呀、或者说我这边就这缺口未补，我这边就逢高空，万一再多拉几天，你要受不了停损，嘎掉空单被嘎到受不了停损，又来骂我。要怨我说什么？金老师，你说短线缺口会回补，说我去放空啊？我可没叫你这边空哦。好，我是跟他说这个大盘指数会做震荡部分。好，那是大盘部分，再回过来谈到什么？好，不管是台股的一个，这个是比较中长期的这个走势，这个我讲过的，讲过很多次。你只要联准会暂停升息时间，股市一定会涨。所以我说这个陌生都还没走完。但是，时间随着一天一天过去，就算3月20不降息，
你也知道嘛，大概在今年中五六七月可能降息的几率是比较高的，哦，那一旦降息下去，哦，第一个股市会发生什么，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，你自己要心里有数。第二个，如果美国早晚一定要降息下去，那你看到的那个美国公债殖利率，不管短线怎么震荡，趋势一定是往下。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，如果接下来就算三月二十一不降息，你在今年中或下半年降息几率高的话，那我想我要跟投资人讲，股价一定反弹性在前面，我绝对不会等到联准会确定降息前几天，或者说联准会开会那一天，那个叫做拍板定案，今天降宣布降息一码，或是降息两码，怎样，美国的公债殖利率才会暴跌，美债才会涨，一定反应在前面。就如同你看，去年才跟你讲说，去年底跟你说暂停升息。对，美债一波就涨了多少？是18%，真的。对啊，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讲吗？美债什么时候会走出升段？对，只要暂停升息，先涨一波。嗯，暂停升息有没有先涨一波？有，有啊。有，那时候是不是就先涨了一波？美债这边这一波，你看国美债加上配息涨的18%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只要确定暂停升息。先涨18%，都还没降息就已经涨了。对啊，那时候老师先提醒完大家，所有的人跟着老师一起讲美债。对，那你看很多人说啊，三月二十一不会，都还没要降，等到今年中，你看，你看怎么要回啊？你都回不到这个点。是，你几乎啊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什么大意外哈，你几乎这个点都再也看不到了。啊，低点已经过了。好，那如果说暂停升息走出升段，你会觉得等到今年中或下半年确定降息才会涨吗？绝对不会。嗯，哦，我觉得啦。好，哦，你只要最近反应完三月二十一不降息，那随时美债的公债殖利率就会见到另外一次的短线反弹的高点。那美债的公债殖利率如果见到短线高点，代表美债 ETF 又要见到这一波拉回的低档，下来，哦，你应该是要注意买点。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。是，哦，啊，你不要说我一定要等到某年某月，等到哪一天再买，我这边买的会不会太早？嗯，哦，啊，我买把资金摆在这边买美债，人家很多分析师、很多的网友、很多分析师说，哦，人家什么股票在大涨，哎，你没有赚到钱。我个人看法是，你如果要稳稳做的中长期投资的，你就是美债 ETF 可以摆，那，不然就是我常在讲的资金的配置。对，哪些钱你摆中长期投资，摆美你就买美债，逢低分批买。哦，小跌小买，如果万一有大跌，你更要用力买。哦，我是建议目前尽量是先买黑不买红。哦，小跌小买，哦，万一有大跌，你更要用力买。你都没惊伊，因为这个趋势已经很明白的在告诉你的一切。哦，这中长期的趋势没有改变。那你我们说做股票要怎么做一定会赚钱？我说一定会赚钱哦。哦，绝对不是当日冲，也绝对不短线杀进杀出。你只要看准一个趋势。这个趋势已经告诉你说，我未来就是往上走。好，哦，那我们说，就算你买高的，我坦白跟你讲，你就算你买在这边啊，你只能看降息前，不要等到确定降息哦。好，哦，降息前的某一天，它就一定涨上来让你解套获利。更别说买在这边的人，你因为这个叫做趋势嘛。对。你也知道这个，只要买对趋势，看对趋势，做对趋势。讲白一点叫只会买贵不会买错啊，是对啊，你一定是趋势在。那你说就算现在还不一定马上会马上喷，那我们换个角度来讲，每季在配息啊，它有的还有月月配的，有的还有月月配，有的每季然后每季配，你至少现在领股息啊。你说你钱摆在银行定存，你钱摆在美那个美元定存，对哦，你一年哦你是买那个什么纯股高股息，一年大概5%左右的一个利息，一样纯股。你去买高股息，你还怕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买那个高股息的 ETF， 我讲白一点，你还怕怎么样？怕万一降息下去，股市崩盘，你高股息的股票会套牢，一年赚5%到7%的高股息的那个股息殖利率，结果在股那个在股票 ETF 那个市价赔了几%下去，对，赚股息赔价差，是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知道，如果降息下去，你自己看嘛。所以我说不要多讲，股市会涨还是会跌，大家心里有数。除非你要赌例外嘛，对，三十年来这个自己心里有数，你要赌例外。那我说，如果你是一个纯股族的角度啊，你那种投机客，那拼短线名牌标股的那投机客，赌徒心态，我们另当别论。我这边讲是说，如果你未来这一年，你想稳稳赚钱的人，对不对？买那个股票型 ETF， 你也是够怕去怕啊，你要怕的是万一反转，股市反转，哦，你赚的股息赔的价差，对你把钱摆在新台币定存1.多%，不到2%。
你把钱摆在美元定存4%多5%，你也赚不到什么大钱。但是你摆在美债 ETF， 每季配你钱也4-5%，对，也至少4-5%左右的一个什么每季的一个什么每一年的一个债息殖利率啊。但是只要一降息，你上去的空间多大？降4码1%，它要涨16-17%，啊，降个什么2码，降个什么2%，它就要涨30-40%。对不对？如果以联准会预定2025到2026，从现在5.25%降到剩下3%以下，嗯，对，合理在2.5到3%，你要降将近3%，哎，3%它就要涨50%，哎，还加上每一季的配息，哎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拉回一定找买点，何况万一，啊，你现在看到12月经济数据好，嗯，并不代表第一季美国经济数据好啊，同样美国第一季的经济数据也不会好到哪边了，嗯，所以万一你现在觉得美国经济数据好，哦，不会降息，对啊，万一1、2月经济数据不好，你又觉得会降息的时候，嗯，啊，再来追吗？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，哦，啊，你美债怎么挑？这个就讲过啊，如果你真的不会买什么金融债、公司债、什么美债、长债、短债，你真的不会买的，你还问我，或者你可能听很多专家买了一些相关的美债 ETF，哦，到底我金这些美债、这些金融债或是什么哪个比较好？你有任何问题的，你来问我，哦，这是我个人看法啊。如果你真的不会做，除了美债 ETF， 你可以逢低投资之外，哦，另外一个我讲过了嘛，哦，如果你是哦年终奖金到期领到年终奖金的，或者过年大红包的，嗯，哦，或者说你定存到期的，今年上涨率高达98%，哦，这个我讲的话不能讲太满，不敢跟你讲。100%99.99%，但是我要没有什么意外，至少98%以上上涨几率，嗯。那股价又是低价15,000啊，嗯，但是代表几乎都很可能的。你年终奖金满哦，年终奖金都在被丢啊。对，你说你如果年终奖金一个月3万块，你就可以买两，一般的上班族也会买两张啊。10万块可以买几张？买6张啊，对不对？将近7张啦，啊。嗯，啊，你如果你30万年终奖30万的，你就可以买20张哎，欸。那，啊，你定存30万、50万、100万到期，你可以看你可以买几张，买几十张哎，对吧？这也在买几十张哎。啊，你钱多的，你1000万，你也可以买个700张，可以啊。我想 你每天成交量好几万张哎，嗯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就算你买1000张，市价买进，市价卖出，我想它跳都不一定可以跳几档，哦，那你少则4-5成，多则到1倍的涨幅啊。啊，你如果你想一想，我3万块变成42,200，你要不要？我让你去买刮刮的，虽然拼也去也拼到2000万大奖，但是也不一定会中。是，你去买大乐透还未必会中。嗯，你去拼名牌标股，标啊标，赶紧输起你啊，对吧？某只股票赚了钱，但是其他的后面几只又亏，最高赔对啊，吐回去的嘛。对，好，哦，啊，你如果说哦，我有100万左右的，我就不要多想，哦，真的就个都不要多想，你就去专心工作，过年期间专心去玩，哦，专心去玩。嗯，然后呢，开心的去玩，轻松的去玩，然后呢，上班了你就到时候过完年就专心去上班，啊，哦，那个家庭主妇哈，哦，那个当贵妇，啊，嗯哦，做完家事之后下午出去跟朋友去喝粥，那个喝喝茶，喝喝咖啡，对，逛逛街，哦，对，那个你的，那个下午茶的费用，我这张股票全部帮你赚起来，嗯，哦，啊，多赚的你就顺便再买个几件好看的衣服，或是名牌包，多买个两个起来。可以尽情消费。对啊，100万你要不要赚？如果你想100万，至少变成140的。嗯。你想500最少变700的，你想1000至少变成1000万至少变成1400万的，这个好。2024年害怕又追高杀低套牢赔钱的，或者想问问在股票赚钱的，你看去年涨3800，很多人做到赔钱了。对啊，就是追高杀低嘛。哦，啊，你真的这一档股票不晓得是哪一支的，有兴趣的。哦，前提下定决心被探几年了，哦，啊，你还要短线客哈，哦，当日从短线客不要来问，嗯，哦，你真的下定决心，你再来问我这一支是哪一支，我再告诉你可以买，哦，怎么买，哦，啊，你要杀刚高票我可以动没掉哎，哦，千万不要来问，嗯，哦，或者说你买的，哦，这个他没整理，要看到什么股票标的，又去二把卖掉去追什么股票，不要来，下定决心，你就是一斤泥，不想想不都什么都不想想太多。我就是要买赚四五成以上的，哦，这档股票可以把握啊。回过来，短线客，啊，你当然就是看短线的标的嘛。嗯，哦，波段中长期投资的定存到期或定存解约的，你买波段好的标的，哦，波段好的标的，这一支还有美债，可以吧？哦，波段的定存到期定存解约的，想稳稳赚钱的人，嗯，有波段标的，国美债跟这一支
好，小而美，好啊。如果你是短线客或短波段操作的，当然不能说你是短线客，我们中长期都是有时候做波段，对对，有些资金摆美债，有些资金摆小而美，但是也可以拿一些部分资金做做短线啊，像这个月你有买到伟创的红包钱有的啊，对啊，信不信你也很开心可以过年啊。所以你看刚才整个 AI 的部分，我相信之前在高档我们都有提醒你要小心，这个你都很清楚知道哦。去年十月底带你做什么？做技嘉三趟哦，十一月份技嘉赚了三趟50几块价差，这个月一月份这根长黑，谁敢在这根黑棒叫你买伟创，对不对？没等到什么过完年1月18、19、15号，什么1月15、16、13、14、15，下跌上礼拜一，1月15号、16号、17号、18号、19号，20号、21号，等到股票涨上来，什么短期指标翻多，我再来追，想要 AI 相关个股，有本事这一根长黑告诉你可以买，这一根长黑出来，我不相信有任何短期指标做多，短期指标一定叫你卖呀、啊，你去看1月2号，你有任何其他专家的软体指标，你自己拿出来对照。嗯，这根长黑软体指标是叫你买卖？你这根长黑软体指标是叫你买是卖？你还在信这些软体指标？叫你卖，卖在最低点。但是那一天三大法人大卖，看筹码，对，三大法人大卖，外资那天卖50000多张，只有我跟你讲可以买。隔天看到低点，嗯，隔天看到低点就上来了。好，那这样已经喷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喷上来，我个人看法，哦，因为很多投资人真的是涨上来，大家都有兴趣，都有的，对，尤其这两天追的人又很多的，是，就来问我该怎么做了。来，我个人看法是，缺口这个缺口如果没补，只要没有来回补，短线或许还有高，哦，这边震完或许还有高，好，但是高我没有说喷，像那么辉达涨到快600哦，我没有这么说，短线或还有高。但是你知道，只要但是这边震完，只要下来回补，那拉回的幅度就比较深。你很清楚，117补缺口就剩下107了。嗯，你几丢来先套10万了。如果以今天的收盘价附近，你一张就要先亏一万了。哦，啊，买10张就要先亏10万。所以也因为这样子，我个人的看法是，第一个，你低档买的人，你如果愿意拼，那你就是这个缺口没下来，黑棒下来补之前。你就是获利续报设停利啊，不然第二个比较稳健保守的，嗯，啊，我的加减出是哈，是急黑盘中急杀不出，嗯，但是有急涨，有急涨我就分批往上卖，好，有急涨分批往上卖，因为你如果问我白一点了，借缺口期这边涨完一定会下来补了，好啊，只是说看你短线还能涨多少，只要这个缺口是涨完一定下来补了，好，这个缺口是涨完一定会下来补了。所以讲嘛，你如果这边往这个缺口往上卖，你未来一定有这个缺口之下补。但是，我不讲，因为涨完一定下一步。啊，我今嘛有个半空，我告诉你，三四月融券被强迫回补，不关我的事哦。嗯，对啊，我给你撑久一点再下来，可不可以？你可以。啊，但是呢，空手的人就很简单啊。你如果是那个赌性比较坚强一点的，你就该拼啊嘛。你这缺口没补，不然你给他拼短多嘛。短多。但是如果万一缺口下来补，你这边买的人只要看到黑要下来补缺口，你自己要心里有数喽，嗯。他可能下来会稍微深一点点喽，哦，可能整理时间会拉的长一点点。好，哦，这是啊，如果比较稳健的做法，我个人操作经验是没有改变，你就高出低进啊，往上卖，哦，嗯，不管是之前高档套牢的或低档买的，是未来这边就是往上卖，往上卖，好，嗯哦，往上分批往上卖，之后下来，哦，等这个缺口如果有回补，有下来到什么？这个比较中长期的均线支撑，只要这个航母金没有走完之前，嗯，你要等我。如果不要说每次下来就可以买哦，下来我觉得还可以买回来，我会跟你讲，你再把它买回来。好，嗯，这是针对 AI 的一些相关个股。你说广达跟技嘉其实是大同小异的，好，我的个人看法没有改变。好，那这档股票其实该讲的我也讲了很多的啦，好，其实我说就这样，啊，离连线越远啊，你去买它，你顶多被短套，你赚钱的几率是高的啦。哦，这个下来不是要，这连线是上去的。啊，哦，我说之前上个礼拜跟你讲，下一到一二以上，过年前到1.14、1.15啊。对。今天多少？你看这两天破底要停损吗？破底要砍吗？破底来买，破底现在又上来的。是。啊，哦，啊，但我讲了，它可能因为目前上面均线是下弯，所以它可能会慢慢的贴着这条连线，会慢慢上来。那，嗯，连线你看一下113.3的，
礼拜五就114啊，啊下礼拜会115，哦下礼拜会不会115？过年前是就115了，明天就礼拜五就114了。对，过年前一下礼拜115了，二三月就多少？二月底三月份，因为二月大部分在放假嘛，嗯，二月底三月份就120了，懂？对不对？啊，你这边一定会再上来。我还是跟你讲，你受不了的，你觉得这个现在慢，人家不要飙，你要卖掉换它换股的，嗯，我没意见，但换错套了赔钱不关我的事，你不要卖掉这个，喊完很多投资人就是股票没卖，我紧掉，别去，只要卖的就不卖，对，不卖不涨，不一卖就涨，那你卖掉它就涨，然后呢，你卖掉去追的股票开始跌，对。或者卖他去追 AI， 搞不好 AI 开始下来，他开始上去，然后就喊说怎么跟我对坐？对，啊，老师做不好，一定有原因理由的。是。另外，我想昨天有跟你讲的这一支，嗯，哦，我说这个是用电的股票，深威能。深威能。对，今天又一根上去，你看从昨天的105左右，今天就115的，能刚的折扣啊。嗯。好，那你说两天10块喷上来的，嗯，这一档股票股性哦，我们必须讲它比较没有那么干脆，短线不要追，嗯，但拉回原则上应该还是可以考虑。但是你说大家会应该可以考虑原因理由，哦，还有大家会什么时候可以买，哦，抱歉，因为时间的节目的关系，没办法再跟你说比较详细的探讨。嗯，明天啊，哦，明天我们再多留点时间说，如果有下来，对，为什么可以买，哦，嗯，啊，你的停损停利怎么设，是，哦，还有买点在哪里，停损停利怎么设，我想我们留着明天的节目里面再跟大家做更基本的分享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好，非常谢谢王信杰分析师。如果等不到明天，待会就可以打电话给老师了。记得有任何问题请教专家。明天下午的2:40也请您持续锁定趋势百分百。我们下回拜拜。